这样的成长还是让人感动敬佩。跟顾客去销售的时候，先讲我说我的皮肤是怎么烧伤的，然后烧伤了过后我又怎么爱护它，然后才可以恢复到今天这样看起来还可以的一个情况。现在有多少家店？从第一家店到开了50多家店，到现在有200家左右吧。我就一直觉得我都很好强，什么都要强，什么都要好。我用我自己的力量嘛，关心这两个小孩嘛，但是我没想到，就表面坚强，其实他内心很复杂。每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天才是被关爱的，所以说从小可能就对那种安全感比较匮乏。妈妈现在一直都觉得很，妈妈对不起你。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本栏目由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的比智高赞助播出。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比智高含赖氨酸磷酸氢钙颗粒，是国药准字号产品，具有治疗效果，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有请主持人涂磊。真情致谢，重新开始。谢谢你们都来了，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涂磊，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比智高药业特别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三位老师，他们分别是媒体评论人于博宏、媒体评论人石树思、美女主播柴子露。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这个三花媒体店是我女儿开的，女儿呢本身就是给烧伤了，全身89%+的烧伤面积。他又好强，又喜欢做事情。他现在有200家的加盟店，忙不过来。然后作为母亲来说呢，我只有尽我点儿的力量来帮助他管理这个店。但是最近呢有点心事，他好像离婚了嘛，所以我心头很难受。从小呢，因为家头有各方面的事情嘛，造成娃娃呢有点阴影嘛，影响了他现在婚姻。他不多余跟我交流，啥子都有点害怕。忙这个店呢，又没得多余的时间跟他聊。借此这个机会呢，能够跟女儿沟通沟通呢，我也很高兴。掌声有请被制线人女儿谢秋君。刘老师好，然后三位嘉宾老师好，然后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是坐黄焖鸡的？嗯。带来了没有？你这身上是怎么回事？烧伤是吧？对，小时候被火烧伤的，4岁的时候就发生了这场意外。怎么烧伤的呀？周末的时候，然后父母带着我去寺庙里面玩，然后结果后来大人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小孩在外面玩耍，然后我就掉到了那个烧纸钱的火坑里面去。哎呀，对，这样子，反正我起来的时候身上就快像一块黑炭一样的。就是说当时能够把我从死神的那里抢救回来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你脚怎么没事？你手怎么烧那么厉害？对，就当时真的很神奇，我妈给我买了双运动鞋，然后那双运动鞋防火的。你说对了，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买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讶，我妈妈带我去逛商场的时候，有双运动鞋很贵，但是因为家里面小时候条件比较好，就不太在意它的价格。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他说这个运动鞋有一层防火膜，
然后我妈就说，哎，管他呢，反正好看，给他买了吧。结果那天去的时候正好就穿着那双鞋，你看特别巧，我们现在能够这么轻松的以欢笑的方式聊过去的那场事情，说明你已经走出来了。嗯，你妈妈今天来所以向你道歉，是因为这个烧伤这事儿吗？应该不是吧，好像在 VCR 里面看到，应该是因为我最近婚姻的事情吧。婚姻的事情？离婚了吗？你多大年纪？90年，28岁。跟他有关系吗？很多原因吧。很多原因？对，一言难尽是吧？对。掌声有请妈妈许玲。主持人好，三位大家好，三位嘉宾好。怎么那么紧张呢？因为这算是第一次来参加你们这个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嗯，我还是心里很紧张很害怕的。啊，没事，就是个聊天的。哎，刚才聊到女儿离婚了，你是因为这个事儿来道歉的吗？是啊，女儿现在离婚了。和她离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从小给她带来的伤害嘛。你是指烧伤吗？一个烧伤，一个她从小一个不安全感。因为我曾经给她爸爸分开过几年。离婚？没有离婚啊。所以在家里有时候烦躁的出去打麻将，找一些朋友喝喝茶，然后回到家里，如果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看见两个小孩来找我，妈妈我要怎么要怎么，我有时候要骂他们。所以你觉得因为婚姻的不完整，我的家庭给小孩带来不安全感，所以小孩就会造成现在这个离婚，这个他自己的。是这样吗？反正还是有这个原因吧。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特别渴望陪伴，因为小时候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在2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送到了那个全托的幼儿园，就是那种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幼儿园里面，然后只有星期天才能回来见到父母亲。然后我就觉得每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天才是被关爱的。所以说从小可能就对那种安全感比较匮乏，然后导致我在婚姻里面可能也是比较需求对方的关心，这样子的。你2岁上全托的幼儿园，4岁烧伤。对。烧伤之后父母对你好吗？烧伤之后家庭的变化挺大的，然后主要是因为我妈妈陪伴着我，然后就是说在生活上的关心，包括她一直都就说她希望我能够很正常的去面对社会，包括你说的我今天走出来了能够这样谈笑风生的跟大家讲话，那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她就觉得很害怕我自闭，很害怕我自卑，然后只要每个周末有空了，他就会带我出去逛街啊，看电影啊，然后吃肯德基啊，就反正就是出去过正常小孩该过的生活。然后所以说，因为妈妈的就对我就保护和陪伴嘛。那你父亲呢？我父亲就基本上没怎么回家。你丈夫是因为孩子烧伤之后，所以影响了他对于这个婚家庭的期待。但是你反而因为他的烧伤，更加感觉要给他更多的爱。是的。是这个原因吗？嗯。在你几岁的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从我小时候的记忆来讲的话，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是断断续续不在家。然后从小学开始毕业了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回，就是不光说是没有回家，甚至是人间蒸发了。你父亲是做生意的是吧？对，做生意的，所以说小时候条件他会比较好嘛。他呢？
妈就一直跟着我爸爸。妈妈一直是家庭妇女，对，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她也没有上过班，相当于我父亲走了过后就没有经济收入。那你们这日子过得应该挺困难的吧？就是很纠结，我都从小到大都不明白我家庭到底是富有还是穷困，就是我自己对这个概念都很模糊。你的财产是个谜啊。我问你，我就这么问你，你跟你老公好的时候家里大概有多少钱？大概有97万。九十七万就是九几年的时候？92、93年嘛。那就很有钱了，那个时候万元户就很有钱了。那个时候是啊，我还叫爸爸两个准备开一家成都第一家第二家茶楼。啊，成都当时只第一家茶楼。有几套房？当时我们有3套房吧。那就哇很牛了啊。后来他走了之后变成什么样？后来走了之后他把房子当出去。都当出去了？都当出去了。他生意他是除了自己住的那套住了都当出去了，也当出去了，全部当出去了。那存款呢？存款也全部拿出去投资做生意啊。那就家底空了。哦，就是家底空了。那你靠什么生活呢？才开始嘛，他爸爸每次都要给我打点钱嘛，有时候3000有时候5000。那后来呢？他又多少年没回家？初三到高中他就没回来了。那你靠什么生活呢？我妈那个时候我自己跟你说多了个茶楼嘛，然后我的茶楼生意还是经营得很好的，但是有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是我老二他的妹妹读高中，当时我觉得我的压力特重，两个小孩好像我都在负担，我们都住在我父亲母亲家里，我说我们吃饭两个小孩总要给我妈妈我爸爸的一点生活费供他们两个小孩嘛，他爸爸不打钱回来我肯定压力很重。后面他爸爸不回来我还是想独立的，我就自己想找工作，但是工作很多都不合适不合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但是我找到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后来不是婚姻名存实亡了吗？人都不见了。不见了是因为小孩烧伤过后他也承受不了。就是这是借口啊。对。那你怎么后来又有了一个，是弟弟还是妹妹？有个妹妹。什么时候又生了一个？在我6岁半的时候，就我刚刚在烧伤的时候我爸爸就劝我妈妈要一个小孩，结果我妈心里面就接受不了。我妈她心肠比较软嘛，她说我这个小孩才出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接受再去生一个，这是人之常情。对，她说我这辈子就这个小孩了，结果她跟我爸这样说，然后我爸就心里面就特别的就觉得我妈没有跟她的想法在一起，所以说我爸就出去了嘛。但还是生了呀。那是后来因为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都在劝我妈有个妹妹可以一起照顾她，然后可以我们一起陪伴成长。但事实上生了妹妹也没有挽回父亲回家的心。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的，我当时小时候是一点都不能理解我妈为什么不离婚。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个女人你应该自强，一个男人他既然都已经做出了走的决定，那就表示是他不爱你了，那么既然都这样做了你为什么不放手？这事儿你想通了吗？现在我只是说就是事情这样发展过来了，我觉得我能够明白他内心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呢？就是他的那种爱是沉浸在了自己的那种对爱情的那种幻想和那种美好的憧憬故事，曾经的故事里面。我告诉你，这就像那个非常普通的道理，温水煮青蛙是一样的。你妈妈还没有到深入绝境的时候他还能开茶楼，说明他的困境还没有那么的让人难受，还没有到最绝境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吧，所以其实温水煮青蛙形成了依赖了，他总是抱有一线希望。刚才所说的对你的婚姻造成的一种不安全感，除了是因为父亲的不负责任之外，家道中落是不是对你也有影响？对，我觉得
家庭的变故对我有两方面的影响。正的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妈妈对我的关心和陪伴嘛，我从小就没有觉得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弱，所以说我就一直觉得我都很好强，什么都要强，什么都要好，然后就精神上你是饱满。对，我觉得我还是什么都能行，所以说不管是写字画画什么的，我都是自己去学着做，甚至是以前叫什么呢，每年暑假的时候，就是小学放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做手术，因为在没有分支之前，我是捧着笔写字，分了支过后就是先是左手写，然后又是右手写，就都可以做，然后甚至用脚可以和我妈妈打游戏。然后负面的影响就是说让我觉得很害怕，让我觉得就是从小就觉得家里没有钱，因为我爸爸不回家过后，我妈妈长期都会跟我抱怨，哦，你让你爸拿钱回来，就说家里面没钱了，然后你怎么不给你爸打电话要钱，甚至是经常我在家里面写作业的时候，有时候我还在那写作业，写着写着他就妈妈就回来了，回来过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关心我，哎，今天作业做得怎么样啊，需不需要有什么我给你听写的呀，因为小时候我们不是作业都要听写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渴望家妈妈会给我听写，但是妈妈很晚很晚才回家，所以说没人给我听写，我每次都默写的。然后妈妈回来过就会问我，哎，今天你给你爸打电话没有，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很受伤。你看啊，我们的叙述过程当中有太多的矛盾之处，比如第一，你说虽然你身体残疾，但是因为母亲给了你更多的关爱，所以你不感觉你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妈妈身上又总是寄望男人给自己生活的依靠，让你去当传声筒向父亲要钱，对不对？是不是矛盾的，你觉得？我觉得我就是一直都在矛盾当中成长，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是内心很充满，然后他自信自强，而我觉得我的自信自强是因为家庭的这种矛盾，然后我在自己给自己打鸡血。父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父亲是我高考的时候，因为是这样子的，在我高三的时候，其实我以前成绩还是不错的，但在我高三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听说，听我外婆也在说，听我母亲也在说，就说哎呀，家里面要养你，放心吧，秋君，你去考个大学，然后我们卖血卖房都要供你。但是他听起来在说关心我的话，再让我放心，但是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大的压力。你觉得我可能让我妈去卖血来供我读书吗？然后当时我就去想的是，我还有个妹妹，妹妹以后还要读书，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我妹妹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想的是那我就不读大学了吧。然后当时我就到高三的时候，我的那种就是说厌学的情绪就已经不是说我刻意去厌学，而是我从生理上在厌学，就会感觉没有那个动力和欲望去读书了。然后我高考就反正我高考的时候是六月份嘛，然后六月一号的时候，正好那个成都市残联，当时有一个3D 动漫设计班开班，他说是可以学那个3D 动漫设计，然后学完了过后就可以安排就业，就可以直接出来就业。然后呢，我因为从小就在学美术，我就是有一定的那个画画的基础，然后当时我就马上去报名，然后结果后来就以那个算是第一二名的成绩，因为我是上肢被破格，就上肢残缺，然后被破格录取的学员，唯一就是第一个。然后当时考进去了过后，我就决定我要放弃高考了。结果正在这个时候，就差不多高考是7号8号，然后我爸差不多就是5号左右的时候突然就回家了，而且还很风光的样子回家，还开了个奥迪 A6 的车，然后当时回来的时候就给我外公2万块钱，然后又给我爸又给我妈他们给钱，他当时给我钱我没要，我就直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卧室里面哭了一个晚上。你恨他？我觉得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情绪，我当时的心态就是你如果能早1年回家早2年回家，我会很认真的读书参加高考，但是你这个时候回来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整个晚上就在问自己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后天就高考了。他说他是回来关心我，但是我不认同，我不能认同。那父亲回来之后好好过日子了吗？当
时回来了一两个月吧，啊，就在家里面，就是确确实实认认真真的待了一两个月。那之后呢？然后又走了。又干嘛去了？又出去了吧。那你为什么还不跟他离？因为我不，我觉得还是自清好一点嘛。离了婚，二婚总是不好的，我也不愿意再找一个。你就宁愿这个男人大部分时间不归家，我也要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是这个意思吗？哦，我也想我用我自己的力量嘛，去带这两个小孩嘛，关心这两个小孩嘛，但是我没想到这小孩会造成这个家庭这些，他就表面坚强，其实他内心很复杂。你除了刚才所说的考入了动漫的第一名之外，你还干过什么？我做完动漫设计做了有个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希望就出来深造到更大的公司去，然后当时我就去到一个专门做那个动漫设计培训的大公司里面，结果当时报名的时候，那个校长看着我，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工作可能不见得适合你，然后呢我们这个需要与团队沟通，然后呢还需要熟练的手部操作。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话过后，我直接就说，我说老师你先别忙说，你先看看我的作品再说。然后我就直接把我之前的作品插到他的电脑里面，我说这个是我之前做的作品。然后看完过后，他们二话没说就跟我签合同了。后来还干过什么？后来在做 3D 动漫设计，当时我还做的挺好的，也在那里面得了一个全国的二等奖。然后结果后来又遇到了一个机会，就说销售是很给人造梦的一个行业嘛，然后当时我就去听了很多创业的课程，然后就被造了很多梦。然后呢我就把动漫设计的那个工作就是退出来过后，我就全力以赴的用业余时间来做销售。结果我做了4年左右的销售，然后也得了就是当时公司里面就是说最年轻的销售助理的称号，就是说相当于也是一个很比较高的一个奖章。你拿过销冠是吧？对对对，当时其实做销售也挺辛苦，因为一个是什么呢，我们那个销售的产品里面有美容化妆品嘛，然后我的所有的同事包括很多朋友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做这个美容的这块，但是我恰恰又比较爱美，就是我就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个。然后呢我就跟顾客去销售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女顾客，我就要给他们讲很多护肤的知识，然后我的顾客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很反对我给他们洗脸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听我聊完天跟他们沟通完心理过后，他们就会让我给他们洗脸。你怎么聊的呢？就先讲我自己的故事啊，先讲我说我的皮肤是怎么烧伤的，然后烧伤了过后我又怎么爱护它，然后才可以恢复到今天这样看起来还可以的一个情况。因为小时候我的皮肤是非常的，就是说看起来非常的严重，甚至出去了过后还要受到很多的指指点点。我在做那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嘛，然后我有一次去送货，在送货的过程当中我就点了个快餐，团购了个快餐，那个快餐就是黄焖鸡米饭。然后呢我就到那个快餐店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扫了个二维码就认识了我的前夫，这样子的。这块就说到我们开始要说到的，嗯，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创业是跟他一起创业是吧？嗯，对。当时我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一家店嘛，就是第一家黄焖鸡米饭，然后后来我们就经常在微信里面聊天，就聊着我们哎，要不要把这个做成一个品牌，然后怎么样把它扩大，怎么怎么去做，然后就用销售的业余时间就陪着他去谈了一些加盟商，然后我们就一起开了4家店。过后我就觉得我们这边经营的不错，然后他那边也忙不过来了，我就全力以赴的全职就出来陪他开店。那个时候你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对，就是开始磨合成男女朋友了嘛。就是我对爱情一直都是有期盼的，只是说我希望在爱情里面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怎么获取？通过对方对我的关心吧。比如说你会要求对方做什么？对，我会要求对方可能会给我打电话呀，然后关心我呀，然后比如说记得我的生日，然后比方说记得各种比较重要的节日愿意和我一起过，然后所以说和我前夫在一起的时候，最开始可能他就是说因为创业事业太忙了，很少有那种电话的沟通，
有一次我就跟他吵架嘛，我说你怎么今天一天都没给我打过电话哈。他说你怎么那么，就是说你为什么一直要求我给你打电话。他说要不这样子嘛，我明天开始设闹钟给你打电话嘛。他就这样说，然后我就说行吧，我说那你就设闹钟吧。其实我对这个话其实心里面是挺埋怨的，但是我还是会这样说，我说那行吧，那你明天记得中午晚上吃午饭前都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中午设个12点的闹钟，晚上设个8点的闹钟。第二天我就在家里面等，我就一直在期盼那个电话。到了中午他一个电话没有来，然后又到了晚上8点钟，我又在看那个手机，又没有来电话。结果到了晚上差不多10点过11点的时候，我实在忍受不住了，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喂，我说你今天不是设了闹钟吗，为什么没给我打。然后他就跟我说当时他在打游戏，他说的哎呀对不起我忙忘了。然后我就非常的内心非常的难过，我就说的是你连打游戏的时间都有，你竟然没有时间跟我打电话。这一切其实也是父亲的造成。对，也会让我。你会讨好他吗？我会做一些事情去付出，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像我妈一样的，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愿意去付出。比如说打游戏吧，她喜欢打那个叫什么撸啊撸英雄联盟，然后但是我不会呀，所以说我就去努力的去学，我就陪着她一起学。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你肯定打得比她好，她还不肯带我。最开始她不肯带我，然后后来我就非要留着她，然后让她带我打，然后结果后来我还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传说中的女朋友。这个网名的来意就是说什么，有一种女朋友是为了男朋友而打游戏的，然后我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女朋友。你肯定打得比她还好。还好吧，一般，还行。那什么时候后来结婚的呢？当时其实结婚是因为我主动提出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说相当于从谈恋爱开始，然后到结婚，从第一家店到4家店我出来全职，然后呢到我跟他在一起过程当中开了50多家店，甚至是出去开店的时候哈，因为最开始我们没有钱嘛，然后为了省钱舍不得住就陪他睡在网吧里面。所以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也觉得我都一直是在陪伴他的，然后我就觉得既然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结果了。所以实际上一直是你在主动。对，就婚姻里面都是我在带节奏。创业也是你主导吗？创业应该说这个事情是他开始做的，所以说我觉得我是个辅助作用，但是在品牌的营销和整个推广上应该是我在占主导这样子的。你有股份吗？有股份。你股份多啊，他股份多？我们注册公司的时候是我股份多。现在有多少家店？现在有200家左右吧。这所有的一切你都目睹在眼里。是。你没有想到你的女儿会做得这么大。完全不像自己。我虽然比较弱一点，但是我还是帮助女儿，就她做这个还是有我的支持。你支持了啥？从一起步我都是看着的，就是包括现在我也在帮她做她的那个店，我在帮她管然后管理。你看到你女儿能做得这么强，靠自己，你是不是得到某种力量？是啊，我想到我女儿能这个样子都这么阳光这么灿烂的活，还能这么奋斗，我也觉得作为母亲我还是向他学一点吧。你老公现在回来了是吧？哎，回来了。怎么离了？后来又这不是做得越做越大吗？怎么产生矛盾了呢？因为怎么说呢，那个我觉得我的前夫他们家的观念和我们家很不一样吧。有一次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次对话哈，因为我前夫他是为了给我听，他在他父亲面前还是说了我很多的好话。最开始他父亲反对我们在一起嘛。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因为我烧伤，包括我和他结婚的原因都和我这个阴影有关，就是因为我的前面的一段感情也是因为我烧伤，对方的父母反对，但是我的前一个男朋友他没有办法面对这种反对，最后还是分开了。然后我和我前夫的话，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担当，然后能够有责任感，能够自己做主的人，就是他能够自己决定他自己的人。所以说当时我前夫我觉得多多少少算是这样的人，包括我和他在一起，他父亲虽然反对，但是他能够和我一起挺过去这个关，
然后结果后来有一次他跟他父亲在聊天，他给我开了录音，然后他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是结了婚过后，他说哪怕结了婚老婆都是外人，他说只有父母才是自己人。然后当时我心里面就挺接受不了，他给我听完了过后，我说怎么会这样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但是到后面我后来这件事情过了就过了，我也没有太去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到后面我们一起挣了钱，然后准备去买车的时候，当时我们大概存了有将近100万左右嘛，然后就准备去买一个，但是都是存到他父亲那里的，因为他父亲在帮我们做配送。然后我们当时存了钱准备去买车，他父亲就说了一句车子啊，他说的是那你们就别买了，给我买一辆。然后当时我听着这个话，我内心里面就觉得我有点被，真的是被当作局外人来看待。你看得到账吗？谁管账？他父亲。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很确确实实就没有安全感。本来你是股东，你完全可以提出看账或者是金钱的使用、资金的使用，但是你也不太想把这事闹得太翻。对。你们在投资上会有一些分歧吗？会，因为他可能是从贫苦的家庭当中长大的，用他的话说就叫穷怕了，所以说他不敢去做一些投资。而我的话就是可能在婚姻里面我会比较强势，就是说我会按照自己的性子来，我想做什么我就一定要去做。然后当时我们做品牌推广的时候要投个几万块钱在百度上做那种推广，然后当时我就背着他，因为他不准嘛，然后我就背着他去投了这个几万块钱，结果后来效果不好，然后他就很反感我这一点。离婚的导火索是什么？应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因为我妈。嗯，你知道城里面的人就特别稀罕那种农村里面自己家里面种的那种没有打过农药的东西，就特别的喜欢。我妈就特别的在意这些，每次我妈过生日啊过节我都要送我妈礼物。然后那次回家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带了一点那个高笋回来，就带到后备箱里面，我们忙于事业就没有给我妈送过去。然后忙完了过后我跟我前夫提出来，我说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过去把那个笋子带给我妈了，然后他就提了一句，他就说哎呀几个烂笋子跑什么妈跑。然后后来我就很气，我说那个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我说那个是心意的问题。他说我才懒得跑嘞，我凭什么要去嘛。然后当时我就很火，我就跟他吵，我说凭那个人是你妈。然后这样吵完了过后，后来我们就不说话了，不说话了过后他就说你随时想扯就去扯吧，就扯离婚证嘛。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就开始很多很多的矛盾。有孩子吗？没有孩子。离了多久了？离了有半年了吧。结了多久？结了有一年半。为什么没有孩子？他家人也一直就是说他家人也有想过要抱孙子，但是他的话态度一直都是等等等等等等。你觉得他在等什么呢？你想要吗？我还是比较想要，尤其是离婚的那段时间。离婚之后财产怎么处理的？我让的多一点吧。但是股份让了没有？就这店跟他还有关系吗？跟他肯定有关系啊。就他还是投资人？对。还参与管理吗？他参与管理。他老爸还做配送吗？在做配送。就事实上你们虽然感情上分了，但事业上还是共同体。某一些方面算是，但是我现在自己在做自己的事业，我没有就除了黄焖鸡之外。对，我自己在雅安做了一家那个音乐餐吧。你有多少的股份可以说吗？最早是55%。现在呢？现在好像是现在应该是50%的样子，但是就是已经是拉了投资是了。不，我们加了一个股东进来帮我们做管理。所以现在你还是最大的股东。但是我没有钱。那你现在如果你是最大的股东，你完全合理合法的可以把这个公司的结构进行改变。我不想这样去。为什么呢？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前夫他们一家人身体都不是很好，然后我始终觉得黄焖鸡最开始创业是他的。不管是谁的。但是你占有的最大的股份，你完全可以要求一个股东合法的权利嘛？你为什么不做呢？我是不是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懦弱呢？可以这样说，包括离婚协议，我也觉得我签得很懦弱，财产方面嘛，基本上让了很多，
整个所以事实上在关键的时候你跟你的母亲产生了同样的行为，你发现没有？嗯，虽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职场过程当中你很努力，你也很看不起自己母亲对于婚姻的懦弱和拖泥带水，但你也是一样，在关键的时候你依然分不清楚事业和情感，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你认为是不是这样？是。所以你今天来道歉是认为你对于婚姻的态度和以前的负能量根深蒂固地影响了女儿。我给她带了不安全感，我心里很难受。你希望她怎样？我希望她还是永远阳光地生活下去，正常的做正常的事情嘛。他怎么处理和前夫股东之间的关系？股东之间的关系我想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吧。你也不管？我也不多不想多管。你希望他怎么做？我希望他们合理就行了，人都有良心的嘛，凭自己的良心来做事。好吧，其实这是都是两个极具缺乏安全感的，表面上看上去像一个女强人，所以其实我认为真的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影响很深。好，三位老师该到你们分析的时候了。我很心疼他，不是因为他残疾，说实在的，今天整场他讲下来，如果我不回头看他，我不会注意到他是一个残疾人。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母亲也有你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你在小的时候给了他的很多鼓励和信心，让他觉得他和其他的健全人是一样的，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一点是你这个母亲给他的力量。所以其实你身上是有这份力量的，但是对于你自己的感情，对于这个家庭的完整和健康，你是懦弱的。还好他现在还不错，他很努力，他很坚强，他也很聪明，他可以在他所从事的各个行业当中都出类拔萃。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因为他想摆脱以前那么混乱的生活，他不想成为他母亲的那个样子。虽然他很爱你，但是他不想再重复你的生活，那样是不好的，他是难过的，所以他想挣脱出来。但是最后他又走入了一段相似的婚姻当中。走入这段相似的婚姻是因为他太渴望爱了，他太渴望他真的有一个秩序井然的一个家，他的要求不高，但是最后真的是遇到了不对的人吧。秋君，这没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这一点做得比你妈妈好，不能保证咱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对的人，运气不好遇上了呗。但是他可以抽身离开，他决然地去离开，这一点你比妈妈做得更好。我希望就是其实你们是很相爱的一对母女，一直相依为命，带着你们的妹妹看着更好的希望的前方努力地去生活，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福。谢谢你们来了。一场灾难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烧伤残疾，我认为更严重的后果是父爱的缺失和母爱的遗憾。作为你的父亲，面对女儿这样的一种状况，不管从父亲的角度还是男人的角度，那是要勇于担当，不但是负责任，是要给孩子更多的爱，让孩子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也不至于孩子在心灵上留下阴影甚至伤害。从这一点来说，你的父亲非常的不合格。你的母亲含辛茹苦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面对这样的一种不幸和灾难，她选择的也是逃避，而且在自己不如意的时候，她往往会把这样的一些不满发泄到了自己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他同样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所幸的是，你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你的选择是在逆境当中自我成长，这才有了你自己的今天。我更多的认为，这样的一种成长，它是一种侥幸，是一种幸运。今天你的妈妈能够来到这一个平台，她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这种内疚和对你的这样的一种歉意。至于对女儿的婚姻的问题，我认为妈妈应该从歉意当中走出来，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揽到你的身上。她的婚姻还真是让我感觉到她碰到了不安全感，而不仅仅是心中的那一个不安全的阴影。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不幸，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担当，我们如何去面对的问题。谢谢你们来了。谢秋君，挺成熟的一个名字，还是在为女儿点赞。四岁，一场灾难，靠残缺的双手打下一片天地，这样的成长还是让人感动敬佩。只可惜啊，有时候我特别嫉妒你们身边那些男人，真有福气啊。你老公和你老公都是如此的幸运。人家说女人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变得不讲理，你们就是这样不讲理的女人。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酣畅淋漓，赴汤蹈火，不计自己的恩怨得失。比如说妈妈，我都能理解你为什么一个老公不肩负当父亲的责任，老公的责任都不肩负，毅然出走以后既然接纳他。你的理由和很多很多家长的理由是一样的，我要跟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对吗？单亲家庭之苦你应该有所了解，但这个理由如此的苍白，你都活不好了，孩子能活得好吗？我希望持这个观念的家长认真的想一想，如果你能自尊自强自立，过出自己的爽快和如意，才是女儿真正的榜样。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钱吗？听过成都吗？歌颂你们城市的一首民谣我特别喜欢，成都唱什么呢？一个叫赵雷的歌手在唱什么？他一刻不停留，为什么？有人陪他一起走，因为他的手插到他的口袋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都不是钱，是时间。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们，如果你想不再遇人不淑，找一个愿花时间在你身上的人，而不是给你算账的人，拿金钱去救赎的人。我希望你们会遇到这样的人。最后谈一点，涂磊老师说呢，创业亲兄弟明算账，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权益。因为陈晓东还有一首歌叫比我幸福，有一个歌词送给你，善良而坚强的谢秋君，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让他自立自尊自强，像个男人一样活在一个美好的城市成都。我认为这样的帮助
才是你内心情感最后的释放。谢谢你们来了。如果做不到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就做不到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结果就成为了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所有的善良都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之上，包括你也是一样。你的老公现在回到家，他想来就来，他想走就走，我感觉他没有彻底的认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家庭的亏欠，所以你也得告诉他，回来是有条件的，不是你想回就能回。我跟女儿的尊严不是说你想见她就见她的，你回来你就得好好过日子。你要是但凡是再出现像以前一样的不顾责任的话，你以后就永远不要回来。我跟女儿反正这些年来也已经过来了，好好管教管教他们，告诉他们你们的底线是什么，你们的自尊在哪里，否则的话你们这么一如既往的付出，对方只会认为本该如此。好吧，接下来这个环节有什么话想跟女儿说，我希望是一些有力量的话，不要再哭哭泣泣。谢谢你来了。月儿，妈妈在这里来给你道歉。妈妈这么多年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因为家庭给你造成的不安全感，妈妈现在一直内疚得很。妈妈对不起你。你这么要好，这么勇敢，这么阳光，妈妈为你感到骄傲。继续阳光地生活下去，以阳光的心态还是继续面对这个社会。你是很勇敢的一个孩子，我相信你事业会越做越好的。我从来就没有怪过妈妈，我唯一对妈妈的期望和要求就是希望妈妈能够自强，能够自爱，然后其他方面我觉得我妈真的是付出了太多，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妹妹，我们能够有今天的，就包括我现在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小小的成绩，以及我能够这个样子正常的生活，我觉得都是跟我妈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感谢我妈妈，真的没有怪过她，也不用跟我道歉。就把你的礼物拿过来，妈妈。来，妈妈送给你个礼物。秋君，这是妈妈给你买了个礼物，这回送给你，因为你是个多么要好的孩子，多么爱美丽，所以你看看妈妈给你买了个啥子礼物。口红啊。口红。涂一下，看看这个色号你喜不喜欢？你自己能涂吗？妈妈给你涂好吧。妈妈给我涂吧，我怕我涂花，镜头面前看不到自己。以后还是要让男人帮你涂，找个好男人帮你。你会帮你老婆涂口红吗？这个我还真没干过，我真没给他弄过这个。我帮他梳过头发倒是真的。应该是打开。小时候最喜欢我妈妈给我涂口红。哎，她要涂的挺好看的啊。突然之间有一种杀气，有一种女强人的杀气。别的不多说了啊，我只说一点，所谓的自尊自爱自强的前提是尊重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你明白这意思吗？
千万别好了伤疤忘了疼。祝你们幸福，再见。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燕儿，妈妈现在一直都觉得很，妈妈对不起你。我一直都是感谢我妈妈，我妈真的是付出了太多。你这么勇敢，这么阳光，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三只羊。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我妈妈给我涂口红。有妈的孩子想快把头进妈妈的怀抱，幸福难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逃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早已到。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比之高药业特别赞助播出，感恩生活，感恩有礼，谢谢关爱儿童的比之高药业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我始终强调，在这个世界上，从根上来说，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必须得认怂。为什么？那女人能生孩子呀，我们不能吧？人家女人经历过的所有的苦，我们都没有经受过，所以你会发现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女人护着男人，而不是男人在捍卫女人。所以男人们应该努点力，自点尊，同时在努力向上的过程当中，这一辈子不要去欺负女人。好的，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想要诉说，欢迎来到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故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栏目由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的比智高赞助播出。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比智高含赖氨酸磷酸氢钙颗粒，是国药准字号产品，具有治疗效果，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